八一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八一四，见宝塔品第十一。那这一品呢，你只要记一个观念，就了解讲这品咧从啥物啊？见宝塔品，就是这个多宝如来，伊咧成道的时阵，伊敢若说这个三性法。无说这个五性，啊，三性法、五性法，伊无说这个一心实相法，因为伊迄个国度无因缘来听到这个《法华经》的，所以伊就发愿，十方的国度倒一日咧讲《法华经》，伊就会献这个宝塔来证明，就是讲果佛来证明金佛说《法华经》是。确确实实一实性，那么最究竟的真理。所以见宝塔品第十一最重要的，也就是说啊，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《法华经》是属实，是不虚言，是究竟法啊，一心是相法，就是证明。那么要证明以前啊。释迦牟尼佛分身千百亿的这个法身啊，法身分身千百亿的这个应化身都要收集回来啊，到本处啊，伊伫他方国度实现不同啊，成佛的名拢总集合倒转来呀，就是万法啦，归一心。那么了，再开这个宝塔，开这个宝塔啊。然后啊，这个宝塔啊，证明释迦牟尼佛给那里供的法华啊，也就是十方诸佛所讲的法华，赶快啊，也甘当供多宝如来没有因缘讲法华，但是他啊，只要十方世界有讲法华，他就出现来印证，那就是这样子啊，这片呢真对啊。八一四，见宝塔品第十一，第一章，涅盖品目甲大义。哦，佛体所居啊，名叫做塔，啊，众宝所成，是故名叫做宝塔。由此塔为多宝佛所居，所以叫做宝塔。见就是显现啊，现出来大家看得到。又见就是看见，所现所见多宝佛塔，故名啊，这个见宝塔。本品大义，第一，本品的文内面啊，除了现见多宝塔以外，而且有本书的十方分身佛啊，来聚集以及三遍净土。三遍净土啊，就是将这个秽土啊，改三次变为净土啊，表示佛佛道同啊，表示佛佛道同。但是以众见多宝佛塔升起有心而发起，又因为多宝如来勇塔正信，勇跟逐步的勇是一样的，跟那个逐步的勇字、啊、把三点水除掉，加一个逐步的勇，这个是通用的。勇塔，哎，从地涌出，是吧？然后正信
证明让众生深信这是事实。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华，高佛也安是，也是安尼，十方诸佛也是安尼讲。今仔日释迦牟尼佛也是同款安尼讲，因为无量无量为差，就是无差，无差就是差，万行一心，一心万行，拢同款安尼。所以啊，来证明的这部法华是本愿为先，所以以见宝塔立品这个名。第二，本品的真正意思呢，是本书创灭，因为啊，这个释迦牟尼讲这个法华的时候呢，世尊啊已经七十几岁啊。好，我们那按照经典的记载讲，八年呢、啊。讲这个法华跟涅槃呐、啊，安尼世尊呐、啊，都都啊讲，就是为七十二岁开始，讲到八十岁，都都八年，七十二岁哦，或者是佛陀七十三岁，安尼讲到八十，啊，总共讲了八年，啊，那么这跟净土法门呢、啊，佛陀啊净土法门呢、啊，真正的弘扬开来。也大概在七十多岁，所以本师唱灭就是说啊，一将军的立涅槃啊，所以这个目就是召集调集来，这个人啊，一立涅槃了后，爱弘通这个妙法莲华经，所以啊，以这个德宝如来出现这个听经。密境啊，暗地里的证明本机的因缘，本机就是九远劫啊，机就是现前的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本呢，那就是我们本如来藏本性具足的啊一实相的道理啊，那么机呢是显现在今天，所以这个本机啊，不管你用自己的角度来讲啊。哎，拢是证明佛法相当。来看法，凡是有文处经、老天的法华经的，对着这个持经的功德真深，来弘宣历代，应生深信。第三，向来金佛的三洲说经，啊，三洲说经。啊，我们说法说桌啊，前面都有讲过什么因缘桌、譬喻桌等等三桌说法经，三经的修记、经通记啊，或是一个别多了，通记就是一切众生接受记，别记就是对单独对一个比丘，或者是单独对一个阿罗汉叫做别记。通知就是说啊，五百个做会受记啊，还是1200个做会受记，或者是说啊，凡是听法华经的拢总受记，这个叫做通知啊。通知是对别记来说的，哎，佮经通知佛说以及灭度了后，闻经随喜的该得成佛，这乃是诸佛出世大事因缘，所以就借着过去多宝佛。到现在是弘佛，当会来证明灵性金佛所讲所记不虚，所以这个塔中的赞叹讲现在如所说者该是真实，来赞叹释迦牟尼佛讲的该是真实的。第四，法华经所讲的净心是相啊，就譬如讲德宝塔，那么诸佛的三心啊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、视图啊。三心四托拢为遮出，诸佛依处的做道场，诸佛依处的转化轮，诸佛依处的波涅盘，这个波就是入，进入的入啊。我们说大波涅盘啊，就是波就是入，理解意思。执持一心思想啊，都、就是这个一心思想。也就是三世诸佛的四种塔啊，佛陀的四种塔，第一个出生的地方建塔，也就是牲畜塔
啊。第二个，成道的地方建塔，叫做成道塔。第三的，转法轮的地方建塔，叫做转法轮塔。最后的入涅盘，叫做波涅盘塔，也就是牲畜塔、成道的塔、转法轮的塔、波涅盘的塔，这是四种塔。出生、成道、转法轮、涅盘，啊，这四种塔显佛一机呀，啊，高佛嘛是安尼，显佛的是安尼，高佛那么金佛秉着啊，秉着是东来佛也是安尼，拢赶快的对啦。所以啊，诸佛啊都是演同样的一出戏，啊，只是因缘不同啊，究竟在诠释的究竟义都是一心十相啊，然后示现八相成道。祝福了，愿你拢讲一片点亮的掉，拢讲一片点亮的掉啊！伊就爱安尼愿视线一下啊，好你讲哦啊，其妻生儿育女，然后放下这个妻儿，尽其深山苦恨，放弃外道，了啊，坐在菩提座成道，了转大法轮，哎，了啊，再入涅槃，拢是安尼啦，哎。四种该建宝塔出现啊，来建的人建的宝塔，就建的一心实相啊。这功夫好的人就是安尼，发的物件啊，讲两句就立，为了建的相就立，真的为了建的相就立，哎，太厉害，根基太烂啊。有的为的人啊，讲啊是一个话来啊，都唔相信，病到啊在眠床要病死咯，可坑一念佛嘛唔。真提起啊，嘛唔无爱，对不？就是安尼，所以咱人的根基啊，来甲钝差太济咧，差太济咧。如果你阵来读大学，但第一摆听到佛法，啊，突入啊，吼，那有这世间道理这么好个，哈哈！我第一节听讲世间有八苦，世间有八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的厌憎的求不得五阴炽盛。听到迄个技师安尼讲，世间有八苦，安尼雄雄安尼大开悟，哦，啊，这敢有世间无人讲这世间苦呢？啊，苦甲这么清楚，有法度讲这八苦，啊，佮八万四千苦，哇，这佛法真好嘞！啊，你解决了知这个苦，唔只会当要听我这个苦，也只会当解脱这个苦，啊，这实在是真理。所以我就安尼入一门就千悟，我乃算上进的人。今天一听到第一节课就入啊，就知影讲啊，这爱修行，这世间安尼唔是办法。真的啊，有个人唔是啊，病卡已经差不多用要送去殡仪馆啊，叫念一尊佛的，啊无看啊，无爱啊，无看，唔念都唔念。哎，所以我以前啊，第一摆听课了，我就知讲生死重要，生死重要，佫就听到净土法门，我开始一直念佛，一直念佛，啊，我即马直接甲你头讲，过去我唔捌咧讲啊。我过去安尼念好念到什么，差不多也是讲或者一心不乱。连走路的时阵，就是一直在念佛，生死重要，生死重要安尼。迄在走路当中，我们在足足偏过几摆旁边，就不晓得有闻过几次的香味，那个香味的无咧点香的旁边，非常的香，非常因为足虔诚的嘛，啊，足虔诚的啦，足虔诚的哦。啊，佮在大山的时阵见到佛光。见到佛光，以前那是盲见，跪咧一直甲吃，啊嘛不是算盲见呢，伊安尼一直吃，那足清楚，那哪里看？我迄阵啊光线唰，这非常的光啊，那非常的清楚啊呢，哎，所以我们对这个净土法门非常有信心，啊，非常有信心，而且啊见到佛光，那个来的是梦见呐，啊佛，哦，一真大尊啊，那伫梦见啊见到佛像，啊个踏在莲花飞翔。啊，非常啊！最近频段都敢听无听讲安怎啦？就无听讲安怎，拢点点啊呢？我有一听到假病啊，假病啊呢啊！世尊讲啊，可能一心是相啊，有见就等于不见，不见就等于见也无差，你有看无看，你也无差。哦，迄阵啊，当时初学嗰种，我也是非常执着这个境界，非常执着这个境界，我足虔诚的念。足虔诚，还佫听到一句讲念佛绝对袂着魔，啊，拼死命嘛，会死命嘛念。念佛的人绝对袂着魔，除非你发心无正确啊！啊，你甲念佛的人袂着魔啊，你拼死命、死命一直念啊，对？哎，就支持佛号一心不乱，真正念个一心不乱，念个一心不乱。尤其是念那个普门品啊，
跪跪的，迄阵安怎跪的呀？跪的足虔诚，跪的念普门品，一念哦，这满身都是冒汗。观世音菩萨刚才在讨经啊呢，就是你睁开眼睛看没有看到，但是就在念经的时候，就跟他爹爹讨经，就是非常清楚。而且呢，爹爹碰到急难的时候，那观世音菩萨的感应，那真的不计其数。爹爹。啊，所以我为什么对净土法门到今天深信不疑啊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的啊、哦！一心十相，下面啊八一五，第五本书既然开塔了啊，开塔了，立塔并坐啊，参这个多宝如来啊，多宝如来坐一半，世尊释迦牟尼坐一半，大声来破格看无风景啊，声贴地下。教本地主啊，将地用出啊。那么此就是后文开积显本的真方便，开积显本的真方便啊。第六，此九万之多宝佛塔将地用出，也就是各开一心有自在神通之力。因过去说啊，念土实心的功德，多宝佛在塔中发大音声。就是各开一心有师主奉行之力，现在是开权显示之用，得不佛有大誓愿，未来诸佛若说出经啊，我之宝塔该现其前啊，为作证明。也就是各开一心有为命大誓之力啊，现未来是上诸不灭的利益啊。如此各开一心，三世二生之功用，也就是开始佛的地见。第七，佛受三根声闻之际，将来拢伫净土成佛，恐惊听到的人未当悟入净慧不离的清净心。那我们再个注意讲，即心即佛的道理，你一定要懂。那也简单讲，你的起心动念是修行的入道，是善于关心必能入道啊，善于关心必能入道啊。刚刚讲修行只有两个字，就是时时回光返照，观照就是入道的根本。如果你不能观照你的心，你也起心动念你不能观照，那你跟外道没什么两样。用性德的修行，用感情的修行啊，用束缚的修行，用佛悲心的修行，这个都跟佛道离了十万八千里。哎，你也可以观想对方对不起你，哎，你也可以观想他是示现菩萨来成就我的道业啊。你也可以说啊，他对不起我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啊，可能我对不起你啊。当然我们都要常常说我对不起你，这样才会看我。你每天都说你对不起我，这样你会艰苦啊。所以这算不是万法为心做，算不是这样，万法真的就是为心做。误会这个娑婆世界当下就是净土啊，事实就是这样，真的是不离。如果你悟到这个不二门，那这个日子好过多了。你按照卡卡你不对啊，为什么？你也要 你懂得退步嘛，你懂得调整嘛，你懂得空性嘛啊，没有调整你当下灵受都没啊，不生不灭的东西哪有什么灵受的东西啊，这样来也不喜，去也他就是不忧啊，宰善破善你也不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家也不敢救嘛啊，你拥有几百亿你也不喜，何以故？一切法都建立在这颗安详的心嘛，没有安详的心你怎么叫做幸福啊？你那里讲不离门啊，所以你从一切境界拢一当用清净心、不生不灭心把它消化掉，注意消化掉哦，把它融摄进去，顺逆二境都是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在作用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在有五道的人无所以业境，所以境界拢是清净心，都可以融入清净心。那边讲，本书特别的三宝为三遍净土，是染净相接啊，染跟净相即的是当下，并定不离之相。令目击得准啊，目击道就是眼睛看到见的就是道，道就当下怎么样存在啊？当下顿悟不生不灭，这个当下顿悟不生不灭，简单讲起就是悟道，缘起一切法皆空
那么缘起一切法皆空，就是意思讲，那所谓刹那生灭，都是你的心在变化。如果你若保持着如如不动的心，安尼一切变化，你随缘，你随这个因缘来三省这个智慧的心啊。那即嘛问题是歹讲，就是我们不体会，不能体会不生不灭。那袂当体会不生不灭，意味讲这不生不灭是一种，是一种袂定袂动的物件，这是足严重的错误哈。这个不生不灭，就是伫一切生动态当中建立的物件。我即嘛讲这个不生不灭比较相近的这个道理，你看体会会出来未？你看体会会出来？比如讲，这个水在串流，水在串流啊，水在串流，水这样流动，水这样流动啊。如果我用摄影机，摄影机把它切割成每一个层次面，摄影它每一秒钟啪照一张相面，啪照一张相面。那么这个河等于不再动，不再动。但是我这个照起来的相片，如果放映快一点的话，每一个切割面变成一个动态画面的一个不动的点，不动的点构成一个动点。就是讲，这个河本来安尼安尼的流，就是咱众生的意识心在的作用。那么每一个动点上切进去，刹那之间，其实它不动，一不定当啊，不定当。但是咱要讲的物件哦，是接近这款道理，接近这款道理。比如讲哦。咱今仔日随时咧讲话，随时咧行住坐卧，就是讲，咱的心卖有贪念，咱的心卖有分别，咱的心卖有执着，同款安尼作用，但是伊是欢喜心的作用，慈悲心的作用，啊，宽下心的作用，哦，一切拢是符合心的作用，就是符合佛祖哎慈悲喜舍的作用，安尼啊，伊嘛是咧作用，唔过伊嘛是无常法啊。但是所谓无常，拢一个清净心啊，无分别平等心伫咧作用。也简单讲，你讲不生不灭是徛伫咧刹那之间来讲，那、啊、那么你讲生灭是徛伫咧解脱来讲，你可以生灭无差，那生灭就是随一切因缘，伊本性一直显示，一直显示。所以讲我的我的讲不生不灭，伊是指空性第一义空体性来讲啊。因为我的人说这个妙用现前是站在无常的角度啊，不离变的作用，你没有无常它才会变啊，它才可以变化来度众生啊，它才会讲话，讲话就是无常，声音也是无常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任何的缘起法一东西无常啊，无常的当下一的显现觉性的作用，那么我们称为不生不灭。所以生就是不生，不生就是生，生一直延起法，当下的空就不生，一不生，一直是生，何以讲有作用啊？那也即马个讲，站在体来讲，它是不生不灭；站在相用来讲，它是无常，是生灭。所以生灭的当下，体就是空。虽然体是空，可以幻化一切相用。简单讲，体相用，体如果不生不灭的角度，相用就是生灭；相用如果是生灭的角度，当体即空。也就是不生不灭。那么体相用一起一体三面的物件，它不可以划分，就像事跟理一样，它不能划分啊。思想的物件一当下就是体性空性的物件，伊袂使讲思想啊，甲理体来分开讲，那不行，那是因为透过语言无法度哦。所以思想当下伊就是理体的空，理体的空啊，助力一切缘起法。所以见得任何一念拢会见得，因为任何一念拢是缘起。乃至不管看到任何境界，伊拢是缘起。缘起伊袂当离开咱这个生灭的色心六根六尘六色。所以任何多只时间空间，拢是咱本性的作用。也任何多只时间空间，拢是缘起法的作用。缘起法见法即见到，安尼算毋是不离当下？哦，安尼在拢开我了，还两颗目睭见哦。当下顿悟，不生不灭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不垢不净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不增不减，也就是一心是相嘛，啊、哦。第八啊，众见宝塔庄严，以及闻塔出音声，啊，有得度三遍清净的佛道，那么即十方诸佛集坐之相啊，如是种种的妙相，妙相。是为有相教啊，是为有相教。可是灵见所见之相呢，不出一心缘起嘛，对不对？灵见跟所见，灵见的六根嘛，所见的六尘嘛，嘛是不出一心，对吧？
初心是无相啊，啊，因为咱这心是无相的物件啊，你若执着就唔对啊，因为相是假啊，无相法的物件当底是空啊。你今仔日所有执着的物件，你到百分之后拢是假啊。所以，那么你今天见到一切境界，你就不要制造烦恼啊，你就不要制造烦恼嘛，你就用一个平常心来接受嘛，对不对？不高也不低，欢欢喜喜的，快快乐乐的嘛，是不是？初心无相嘛，毕竟空寂嘛，是为心空高啊。一法该自性空寂啊，啊，自性空寂也该可显庄严之相啊，啊，该可显庄严之相，空有无碍啊，是为非空，非有中道啊。在座诸位，如果你那是还袂当体会的自性空寂吼，我请你阴暗冷静。你是讲，你那是感觉讲哦，两个要起冲突咯，两个要起冲突咯，还是讲哦，我烦恼真重咯？你若有回光返照能力，啊，你即刹那之间烦恼要解开，你赶紧冷静，赶紧冷静，啊，赶紧远离这个恶境，了后转来打坐一个，这是啥？回光返照一个，世间我起心动念，安尼伊的作用是多余的。知见利知，这个东西给干苦，也干单供的。我们对生命 不了解，不能透彻，所有的法都是负担啊！啊，如果咱那是用清净心，所有法咱拢会当消化。你无啥物讲，都是了，你看袂顺眼的，看袂顺眼的，对吧？啊，我一摆，啊，我一摆，你去到一间道场嘛，哎呀，比丘尼哦，唔知意见袂合还是安怎？啊，一个比丘尼，迄鼓吼，该弄啊真大声，乒乒叫啊！哦，啊，我迄天嘛是有参加啊，参加因的暗课啊，啊，皮皮踮咧遐念念啊，啊，伊拍乒乒叫，我嘛踮咧遐念啊，真欢喜呢，伊就拍伊的乒乒啊，愈来袂得啦，代志就大啦，东家叔啊，气着了咧，轻啊咯，安尼啊，啊，我嘛是安尼，何以故？啊，伊就要大细声弄啊！一个整安尼穿公安用要逼开，对不？伊嘛是安尼咧拍，哎，所以讲这款物件哦，伊就要安尼，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啊，你在当体就空性啊，伊安尼就伊家己痛苦家己，伊安尼就是家己痛苦家己啊！啊，你袂当帮助伊，你只有怜悯伊啊！要有一天伊来听我就讲，你这款行为甲动作，伊是别人看起的无知啊，啊，你家己是痛苦，所以愚跟愚痴的人在一起呀，啊。就变成一种负担，因为伊所有动作拢会让你困扰烦恼啊！啊，不，你做圣者，你做圣者，做圣者哦，做圣者就解脱。啊，无你做君主走，做君主，君主就是用走的啊！啊，做小人就甲伊推啊！哦，就三种人啊！你大细声，我讲比你较大声，那啊嘛，捌看到安尼啊！啊，一个安尼比丘尼，伊安尼唔知是迄天倒一个无对档的木鱼啊，唔嘛用要破伊啊！阿妈又要破，迄个拍大镜啊吼，拍大镜啊，看伊阿妈又要破镜哦，嘛真气啊！意思讲，妈呀，大力啦，安尼啊，就念咧嘟嘟嘟放蒙山啦，有灵有料第三世，一切应该发盖是，一切为心都妈呀大力啦，安尼来个比，是讲妈呀大力啊，都啊，佫袂使讲话是啦，妈呀大力来，要佮见过伊咩？我半截大力阿妹啊，迄个，我是为老师，你遐大力，我比你较大力，开大镜怎落来？哭，看，我管佮走佮捡起来，坑咧。要比大力啦，人也会比你较细力啦，对不？哎，用这火爆，所以讲咱虽然在做暗课来讲，咱虽然在念经，但是因为无听到心法，没有听到心法，他没有办法降服，没有办法降。啊，修行安尼就是等于参外道同款，跟外道没什么两样，跟外道无啥两样啊。外道就是用情绪在修行，外道就是用情绪在修行。心外求法嘛，你怕大的，我硬要给你压落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人若真有修行的人啊，你做你讲你的大经啊，时间到，咱讲大经啊，你讲大经嘛，就讲啊，就，啊，不怕个真有艺术啦，你做你莫怕无要紧，如果这个来位置来就好啊，哎啊，有修行啊，舒下因啊，心平气和，哎、啊，明仔啊再甲讲安尼。啊！你唔这是解决代志的办法。你无去讲啊，要帮你大声拍屁，甲大声安尼，唔咯？安尼就袂当解决代志的，对啦。用斗争、纷争、情绪，这都不能感化众生，两个都痛苦。何以故？为什么敌对嘛？负担嘛？在缘起法里面呢，忘记本体自性，空寂也得力，唔办啊，就没有庄严相嘛？啊，一无庄严相啊！啊，哎。一般人看起来是有庄严相，大象的相啊，你看起来啊，敢那大象的庄严呢？那庄严相是吧？
所以讲哦，咱若要处理这个是非啊，什么有诶无诶，咱一定爱了解这个诸法无常，心性自有清净啊，清净。所以啊，空有无碍，是为非空非有的中道教。非空非有的中道教，若人能见心性的清净，万法为心啊，诸相无相啊，啊，理有相啊，那么相无边呐。啊，是为真见一心实相，而且入佛地见的中道相。第九，以观心来讲啊，第就譬如众生的心嘛啊，那么波塔譬如如来藏，诸行清净心，众生心也无数无明烦恼所缚所砍得掉，所以如来藏诸行清净心，显不出来，显不出来啊，显不出来啊，金基本三洲说法。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。八一六，佛以法殊品去助力利他之行，尤其众生清净心，以佛众中显现，啊，在护藏当中显现。在座诸位，你若要显现，嘛是一刹那之间尔。在一刹那之间呢，啊，你不要整天啊，你不高兴，不要整天啊，你直面枪，不要整天啊，你啊，干那人家那欠你几百万啊，你那个面啊，你看着的啊，你有够艰苦的啊，你哦，那个面啊，你啊，你唔讲话，那个面啊，你看起来就未输啊，你那人是你的冤亲债主啊，你未输欠你几多千万，我们不要这样子。对不对啊？安尼会真紧的会扰门啊！你捌听过一句话：烦恼比时间呐、啊、更容易催人延老，更容易啊长这个纹路。就是讲我们的烦恼啊，比时间更可怕啊啊！时间不是问题，时间不是问题。为什么？你若是为人老的，对不？人伊到七十岁时阵，哦，伊也看见你那面皮安尼金细细。乐天派的嘛，对，乐天派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咧搞操心、搞烦恼，伊一到四十外看起来就难阮老爸，正经的啊。迄天阮同学来，我看见我惊一个，啊，黑法师啊，你袂记得？哎呦，哇，该啊你，我你是几个？姓啥呀？龌龊个大哥，哎，龌龊个大哥，所以讲啊。这真正嘞，人家呐，像世间人来讲，伊呐真正有魅力的人哦，人安尼五六十岁，对不对？庄严嘛，佮有钱嘛，佮耍落去都佮耍落去，就是佮啊，佮有修养嘛。以指世间人来讲啊，啊，哎，所以说啊，啊，所以说，哎、啊，这个，哎、啊，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啊，年龄不是问题啊，身高不是距离，体重不成比例。都没有关系了，大丈夫的时候，哎，那都重一点时候，大火啊，大火，哎，只要你心宽来开哦，哎，拢无，这不是什么关系啦。所以讲，最有魅力的人是最有成熟美的男人，那是最有魅力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成熟嘛，各行他都可以退让啊，容忍啊，对不？你查甫囡仔看，大家嘛看起，对吧？你喂，讲古怪，为查甫人，你交女朋友讲。欸、奇怪，你较高都无啊！奇怪呢，你有今仔日也要共关系，明仔载要细细一点。我问你，看倒一女将要你安尼念？你一支嘴咧，较杂念啥物？你比查某较贤念，迄查某第二要惊嘛死，对无？无了解本性啊，连朋友你都交无，正经的啊，这都是安尼啊。啊，你若了解本性，这是这说法，你就会当圆融，你就会当圆融。好，我当然唔是叫你去交际啦。是讲你若是世间人，你都无要出家，唔当然你要结婚啦、啊，啊，你就了解，你若了解心性啊，你会当春润，会当柔和，对不？哎，你会向对家走无路，有气质嘛，有内在，对不？有德行啊，安尼，哎，所以讲啊，我们要了解啊，腹脏中显现，那腹脏就是烦恼，烦恼当中，你若一捌，你就显示你的本性出来。你阿公个也袂去人伤着，啊出来咧面啊就欢欢喜喜，规工安尼欢欢喜喜，为胭脂啊，目白目遮门倒落去，毋只会看一对嘛？啊，你为胭脂为干呢？啊，你大细声量，敢要看一对吧？原来水外表呢，无水内面，哎，这就是宝塔从地涌出之意。见者以殊觉之地。见本觉的如来藏清净心，
也就是在我们人人心中开现本来具足的藏性的境界，当下你就可以开采出来，看你用什么心。哎，所以你就现在就感觉说你的身躯边的人越恶的人越多越好，为什么成就你的忍力，如果忍耐不住赶紧走来讲堂听经文，还再磨练一阵，再来试看看，再来试看看。哎，正经的那位人心肝真歹呢，两个边边咧食公家头路，两个边边咧食公家头路，公家头路啊，边边咧电信咧食头路啊。哎，这个人小，这个某这工程小块有过失尔，安尼，迄个安尼，哎，小块尔，一定要甲过啊，一定要甲检举，一定要检举，到尾要查到，将来开除，开除就对，过甲迄个人开除啊，开除了无饭通食，无啊惊人无饭通食，无啊，哎，本来是一个。电信局上班上得真好势啊，阿妹啊，小看代志尔，所以讲得理不饶人呐、啊，这个就不是本性啊。一个人呢，稍微有点过失啊，阿弟啊，那个个个安尼，安尼那闹得寡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应该慈悲嘛。一边讲第十，以因缘事则，阿难传持佛法。啊，阿难传持佛法，以动门为净观性。啊，洞门大家拢有听到、看到啊，为宽心，看你爱相信法华是真实啊，一切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所弘弘传，本师啊传持法华，即以过去多宝佛现身为证，十方诸佛同归宽心，令众生啊抵住法华，非动已经啊，岂可不尊重信受奉行呢？十一。头前法师品已经是这个宏通妙法的宏规要行，今品一名成佛，要经过多劫修因啊，全凭的愿力，力持不懈。所以积德报如来啊，来做这个示范，以愿力故，在无量的时间空间当中，将地涌出，宽心流通妙法。十二法华论来讲，此经为是的三平等义德。性平等，头前三洲说法，三根的受记。第二，生死涅槃平等啊，生死当下是空啊，涅槃嘛是空啊，啊，生死空，涅槃算不是空，算不是平等啊，也无所谓的生死，也无所谓的涅槃，一切法毕竟不可得。因为这金品所见多不佛塔，本无生死涅槃之可言呐、啊，也无好啊，也无妨害现在生死涅槃之相啊，方便示现呐、啊。第三，佛心平等，也是此品一本书一佛心，立十方分心诸佛心啊，也显自心本书甲他心的十方佛无异，为明晓两种平等各有此品。第二种，随文解释，赞密人法正说，密证本质一款红长行文现塔正经，一开始先现塔，逆时佛前有七宝塔。各五百游旋，总共250游旋，将地涌出啊！那么住在空中，种种宝物立中告之，五千难旋，堪摄千万呐！堪摄的、就是是是，我们说佛堪佛堪，一点点一点点的是吧？堪摄千万，无所啊同欢同欢，以为严色，推波应乐。波灵万亿，理贤其上，贤就是悬挂其上，庶民皆出多摩罗跋赞叹之乡，充满世界啊！居住幻界，以金银琉璃、车具、玛瑙、珍珠、玫瑰七宝合成，歌起数天王宫啊！数天王宫，法华论安尼讲，多摩他者，示现如来下礼住持。啊，是现的如来舍利主持故。那么这舍佛的舍利，拢伫个塔中啊，表示佛的法身全部伫个处境，全部伫个法华境。所以这个宝塔涌出，也就是三宝住持的意思。故佛得宝如来在塔中亲来闻法，亲来闻法啦、啊，啊，现这个宝塔出来，得宝如来伫塔内面嘛。更可以证明一体三宝之性妙。逆时就是佛讲了即门正将分的时阵，也就是本师啊，将要忏灭，将要入涅槃啊。不久的将来将要入涅槃。目人呢、啊，就是广泛的征兆，
啊，召集啊，爱弘扬《妙法莲华经》。佛前就是法华会会众之前，七宝塔，譬如如来中心，也是自性清净心，观五百有损的。即譬如清净心，甲众生的污染心不相应，哎，法力依染心不符合，观出啊五处的众生污染心之外，令其一切清净已经离报。五百有损就是两万里啊，表示一生的因果。两万里啊，哎，两万里。万行为因啊，万德为果啊。那么总共250有损，表示啊，这个众生清净心是二十五有，就是三界啊，即为二十五有就是六道，就是三界啊。诶，真实体啊，三界一切众生的真实体啊，又是250有损，就是一万里啊，表示清净心。有万善庄严嘛，不懂理性所证的速法身，速法身地，比如众生无明的心地，无明无性啊，体就是清净心。将地用出了，比如无破、离破、烦恼中所地中，离显现众心跟清净心。这表示佛涅槃已经出去生死，乃是无出离出，方便讲出啊。这无出就等于无生而生啊，生就是无生。哎，如果你只知道无生的道理，不知道净土法门就是生，生就是无生，庄严就是不庄严，不庄严当体就是空，那么就是庄严。所以心土不二，那众生的心进入世界土，这其实是不离，这无出离出。古今凡出世一离群生啊，啊嘛是爱离的众生呢，是不是呢？啊，生死涅槃离不异故，是无什么差别啊。生死当下就是涅槃啦，啊，涅槃嘛是一个名相，本来就是空啊，嘛无涅槃可得啊，当是一些清净心嘛。所以，比如金刷发华，乃是一性是教，超出色说，离性宽高过，住在空中，比如众生清净心，无住的住，依真空实相，无相不相的第一义空立住。菩萨众地永出住在空中，这嘛是正见啊起向。净见者，七方便人啊，就是入圣位以前呢，叫做七方便人。无明所护，未见度的众生，住性清净心啊，如踏在地。金门三洲说法，开宽显示，了知无明实性就是佛性。这句话你若体会出来，你就明白了啊。也简单讲，我即马那咧起无明，我那个关照一下，我就快活，比你咧食冰较紧啊，正经比你咧食冰较紧啊。啊，清凉无讲啊，太清凉了啊！无明实性即佛性啊。有时啊，我就是讲，哎呀，我即摆呢年纪渐渐大了啊，啊，卖个讲啊，坐咧来凉，坐咧来享受这个清净心的作用啊。咩？还是讲啊，袂使，这个众生哦，这也袂悟到这款物件，得爱去爬起来啊，拜了。就搁爬起来讲啊！哎，我看我这业啊，啊，我过去细汉讲我这目眉吼，业做伙吼，一条龙的目眉，讲真歹性的啊，业甲死啊，啊，真有权，有钱又有钱呐、啊！你听无？吼、哦，迄两字唔知要怎读啊？有钱，我看你 money， 又有钱 power， have the money and have the power。嗯。有钱又有钱，安尼，迄是看袂讲，其实我别讲，其实我无啥钱，个无影，无啥钱哈，唔知恁会相信袂？而且无明实性就是佛性嘛，是吧？幻化空心就是法心嘛，而且幻化出来，这五蕴皆空，当下是空性的物件，你那要追求啥物物件？哦，但是凡夫爱就思想来约束，哎，就思想来约束啊，是吧？哎，要先了解因果。开合的地见显出发心呐、啊，显出发心呐、啊，如塔涌出，气候安怎发心本机啊？佛救意啊，这个意也是打错了，那个左上角要空一个格啊，那个就是这些事了，这个是时间呢、啊，这个字又错了啊。佛救意显昏了，众说不行，有一经发即显本，如开塔见昏，了得不改。这就是起后后边修良品啊，种种的宝物呢，是庄严啊，教习之，
这就是中坛，那、啊、这个中岩。那么五千男神呢，以下是别坛中岩，众宝外岩宝塔，内岩诸佛法身甲法华经啊，啊，这表示净心法身啊，有种种的大乘的功德宝入于中岩。也就是表以万行万因的因花，以庄严万德的佛果啊，五千男神的表示信尽念定慧果力，也表示诸亲众持的功德堪摄千万，表示慈悲喜舍殊无量心的慈悲心。同观表示地性啊，地德个性。应乐表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界定慧功德。也表示有柔忍意，上严发心，下披众生。宝莲表示佛的八音四边呐，八音四边呐，四面出现无垢赞叹之相，表示无作四体得空啊，吹出大涅槃上奥五净的清功德相。比如佛的三轮啊，心口意不思议的话。度化众生，充满世界，使一切众生转恶为善，转染为净，成就无垢功德之相，凡界一切不合成，表示具足七圣才，利益众生，广告四天王宫，表示一切功德拢皆供无作四体之力。那穷尽四座啊，这个无作四谛，无作就原教所讲的，那原教所讲的藏通别圆。哎，那么就穷无作四谛，那么就一切啊都是圆满嘛。观出四十显性之相啊，啊，四十显圣呢、啊，啊，那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喽。三十三天五天曼陀罗花供养波塔，一诸天龙亚车乾达波阿修罗伽罗罗金那罗摩诃罗揭。人非人等千万亿种，一切花香璎珞幻界记录啊，记录供养宝塔，恭敬尊重赞叹。三十三天就是第二天呐，其他诸天就是其他啊，欲界、色界天，一个八部鬼神人非人等，拢是以一切花香等供养宝塔。就表法来讲，十住十行十回向三现位为三十。啊，十地顶格妙格三乘为三，是为三十三天。其他天龙人非人等，就是一切内外凡夫，同以净心为体，种种的供养宝塔，是表示法界凡归向一心啊。所以讲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凡归出法界。就是我们来讲啊，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一心呐、啊。华严讲的一真法界，跟法华的讲的都是一样的啦。对不对啊？一真法界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讲的一实相，都是讲的都是一样的。一心法界，一实相的境界，全盘现出了。逆时波塔当中啊，出大音声赞叹：现在，现在啊，这个多宝如来啊，赞叹是吧？赞叹释迦牟尼佛，讲释迦牟尼世尊，能以平等大慧告菩萨法，平等心。大智慧，这个就是佛最伟大的地方。平等心，大智慧啊，告菩萨愿，哎，告菩萨愿，佛所获念妙法莲华经，为大众说如是如是。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，皆是真实。得不分来证明，释迦牟尼佛讲的拢是真实。让你不得不相信啊！这德波如来赞叹本师啊，也是正经妙德。现在啊啊，相谈正法、正法、正悟到一心实相法、教法、教啊。那么正法就是指多宝如来，那教法指释迦牟尼佛啊。就是讲啊，但证明一时相法，确实是过分嘛，是安尼，是吧？那么教法，那么是指释迦牟尼佛现在在教化菩萨啊，灵说一说说，不但客理客机，而且显较方便啊。既然有实时权，一旦开权显示，能以平等大慧，
赞叹本经啊，数一的平等要旨。第一，是众生以诸佛平等具有的自性清净心，也名叫做如来藏，佛性究竟平等。第二叫做教义，十二分教皆入一的一佛性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没有关家究竟平等。你只要我的思想，无什么大乘小乘的物件，无东西一心的物件，你是哪有什么大小乘的分别？你如果这把这个法拿去给这个泰国的法师研究，他就悟到，他还不是一心思想的道理，哪有什么泰国的佛教是吧？但是因为泰国伊无人咧研究大乘啊，最近听说有在研究六祖坛经，泰国的法师他们也吃素，真的。我到泰国去的时候啊，他们泰国的比丘啊也有讲，泰国比丘也有在讲，他们有研究过六祖坛经啊，尤其是泰国的华人在那边出家的中国人都研究六祖坛经，因为那本经典太好了。所以啊，因为是这个泰国人啊，唔知有欢迎咱这个大乘的经典去泰国无？啊，那无泰国的根基大乘的嘛是真济啊。所以，原来讲我的一心思想，安尼没有关系，那有啥物泰国甲中国佛教是差别无啊？但是因为时间啊、空间啊、背景啊、经教无同，因为修行的大藏经，啊，咱大乘的大藏经，大乘的大藏经包括修行拢有，修行的大藏经无看到大乘的经典呐，无啊，伊认为迄非佛说啦，伊唔研究啊，啊都听伊啊，所以啊，永远都在那边呐、啊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不能达到像佛的究竟平等呐、啊，或者大智慧啊。再来第三，行义就是世出世先皆为菩萨道啊，举手低头啊，那么点头一清佛名皆成佛道，究竟平等啊。第四，仁义是诸佛但教教化菩萨，无声闻的弟子，因为声闻未当成佛咯，令凡有闻法者未不成佛，究竟平等大慧者。这个素义就是一心的体相用，理就是体。教行是相，教义跟行义就是相，人就是用，该是真虚空遍法界，为佛一佛乃能究竟了达，果名大慧。大慧啊，在《楞伽经》啊，佛就是对大慧菩萨讲的。佛以初慧啊，为众生说种种的法，令众生啊懂得开始悟入四义。所以没有一法，非是教菩萨成佛之法。如是该是真实啊，令如所证的清净心便是心性，诸清净是真啊，诸法为一心是实，会当如众生的根性便是众生即非众生，假名众生是真，众生的根性啊，伊的欲愿不同是实啊，啊，因呐令如众生的根基说法啊，的便是同归于一心一性，正法没有差别。这该是真实啊！本书令如是虚幻，如是现实，客理又个客机，该是真实啊！这正道报如来正经，佮再讲如是，这是即诸法啊，性空缘起之实如是，决定持有故必有啊，持有故必有，是这个条件如果建立，才有另外一个条件。哎，比如说我们讲经，大家有这个条件要来听，哎，师父也想讲，所以持有故必有啊啊。那么如果说两样缺少一样啊，都无啊。师父不讲经，那阿令无什么听经，这个缘起都构不成啊。所以决定持有故必有，缘起都是这样建立的啊，缘起都是这样建立，这该是真实，开他见佛。请见德本，你是四众啊，见大宝塔住在空中，然后铺在空中，又闻到塔中所出的音声，该的欢喜，怪味正有啊，当然会感觉奇怪咯。迄、那个塔铺在关顶，佫会出声音啊，遐四众大家拢会感觉疑问咯。将这离去恭敬合掌啊，屈住一面呐、啊，屈住一面呐、啊，啊，就是等于说退下来，站在另外一边呐、啊，叫做屈住一面。你是有菩萨摩萨，叫做大乐说啊，大乐算。第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定心，即所以离别佛言：世尊，以何因缘有出宝塔，众地涌出呢？由于其中发是音声呢？这是
这个四众开始在怀疑咯，为什么有这款声音？这是讲四众八部践踏闻声惊疑，哎，伊会惊疑啊，惊疑，心中啊爱请佛说明因缘，理由大陆说，菩萨代表出言，请问，出言请问，该的法喜啊，见宝塔涌出发声，开发的地见，领前开宽。开权显示的实力，所以当地的法喜充满，怪味精油者，啊，唔只是干那献这个建宝塔，怪味精油啊，而密集本书在后后壁收量品开集献本，更加是怪味精油。大陆算啊，真欢喜说法呐。大陆算说法很快乐，就是大乐说，哎，这是菩萨机智的菩萨啦，机智数不改变。上落演说大乘的是相法，故立此名啊，所以这个名就是表法。今以其代表啊，请问大乘实相的义理，其问有三：第一，问为什么有这款塔呢？第二，问何故为地涌出呢？第三，问何故发是音声呢？啊，你如来正答：你是佛果大陆说菩萨，这个宝塔中有如来转身呢。乃是往过去，啊，这是嘛？先说明这个塔内面哈，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，哇，这太远太远了。国名啊，宝经啊，彼中有佛啊，何叫做多宝？其佛行菩萨道的时阵，住大世观，大世观，两个身躯别多了后，以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，我的塔庙为听是经过。用显机前为作证明，赞言现在，这正答所问的第一，以多宝佛的本愿，哎，有这个宝塔，哎，用显佛前呐、啊。第二，塔中有如来转身，就是发心呐、啊，发心的出禅呐、啊，哎，出禅是吧？哎，出想，所以啊，总得用出啊这个束缚啊，这个禅呢、啊、就是。哎，束缚法身呢、啊？啊，远离一切、啊、无法遏止，所以讲啊，出禅。哎，果名啊，将地永存。第三，得不如来为净的经现这个塔，所以塔中出这个音声赞叹。现在，现在。第三，塔用因缘呢，必须成道了后。临灭道的时阵，以天人大众当中各自比丘，我灭道了后，又供养我转身者，引起一大一大塔，啊，一个大塔，是吧？伊灭道了后，伫个这个天人大众啊，甲只比丘安尼讲，啊，伊嘛灭道了后，爱供养伊转身者，爱起一个塔。那么伊积佛啊，那么是多宝佛啦，以神通愿力，十方世界在在处处，若有说法华经的。啊，迄、那个宝塔拢会为地涌出，之前啊，转身在塔中啊，赞言现在现在，大陆说金德宝如来这个塔，闻说法华经，将地啊，将地啊涌出，赞言现在现在在啊，本书说明，所以啊，有德宝塔佮涌出的因缘，乃有德宝佛灭度的时阵，命令伊的弟子去塔，这就是有塔的因缘，比佛以本愿力甲大乘能力，会当伫个西方世界，只要咱咧讲法华经的所在，啊，当然是佛咧讲啊，咱咧讲比较有看到咧，啊，咱咧讲，咱爱家己去做，啊，来家己去做，啊，做一个龛，啊，做一个龛，啊，铺起来，一些啊，些啊，内面倒一个录音机，现在，啊，你都爱家己倒录音机，无伊也袂讲话啊，咪家己倒啊，无法度啊，真正咧，啊，咱也毋是佛啦，咱来讲经伊片较会现前，无可能啊。啊，咱嘛无迄个德行，就是家己倒录音机啦。只要讲法华经的所在，比他涌现听经正经啊，也就是涌出的因缘。哦，原来德不佛他就是安尼，比佛闻经欢喜啊，而证明所说真实不虚，所以相赞现在，现在这个塔中发出的音声因缘是大圣论啊。安尼讲，德不佛不得说啊，再加两个字，多宝佛不得说。一圣法而取灭度，
加两个字一圣。为什么加一圣呢？因为一的心，他不没有办法弘扬妙法莲华经，没有办法讲一圣法，所以他灭度，灭度以后，那你讲世间人讲干哪，任务也未完成呢？啊、哦，我家己袂当讲，无这个因缘，这个我的国度大，我才 BQ， 啊，特别出这个涅槃啊，啊。那你不要紧，后摆呢特别了，我咧讲法华呢，一时上，安尼我来个证明个水气啊呢。南岳大师就是慧思禅师咯，啊，天台宗的祖师啊，慧思禅师啊。那么必佛各诸 BQ 啊 ，BQ 就修法的人啊，啊，何为转不说法呢？哎、啊，闽南说讲无说法呢，啊，必佛各诸 BQ 就是讲啊，东西嘛是有说法啦，啊，这 BQ 就是啊。因为多宝佛所教化的人呢、啊，他并没有说全部说法，不是这样子了，只是不得说一圣法，但是但得说三圣方便法，不得说一圣真实的妙法啊。所以，多宝如来啊，一不会的一年说这个妙法莲华经一心的实相法，所以啊，得立涅槃。因此啊，一发这个愿，然后人咧讲《法华经》，伊就是去普遍随喜啊，赞叹现在现在。所以说不提说法、啊、不是什么法都没说，又想三圣法方便法，一时一个虽然是不多，在处处然后在说法华经，他都可以随意作证。